你好，台长。我想问03年属羊，我的儿子。六几年属羊吗？03年。好了，看到了，想问什么？他的有一个脚不太好，我想知道原因。不是不好啊，已经出毛病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已经出大毛病了。好了，不要讲了。看见两个女孩子，你掉过孩子的，你打胎过的，对。在她身上。哦。你看吧。我要用多少张小房子？一个49，还有一个。要的多，69，好吧，给他念。你做梦做到过没有啊，小孩子？你做梦做到过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我做的梦都记不大清楚。你想不想看看他们？你看的话，我可以叫他们来晚上看看你的。可以。真的啊？真的，我不怕。你如果看到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这两个孩子在你孩子的脚上。明白了吗？因为我想问一下，他跟他妹妹的关系哈，总是不好。他跟别人都很好，就是跟妹妹很吵。我想知道他俩怎么回事。不要讲冤家，讲都不要讲，全都是冤家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又好又不好，又好又不好。对。好起来的时候好得不得了。对。还要讲啊，全是夫妻，投到你家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什么话都不要讲，用什么方法念解结咒，给他们两个全部念心经，给他们每个人教他们以后。他们现在自己有念心经。自己研究太好了，再要给他们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好吗？让他们自己念是不是会更好？更好，但是他们礼佛可能念不出来。可以。你就帮他们念礼佛好了，一人给他们念啊，礼佛也能念啊。很能念。哦，太好了。他们可以背心经。太好了。就是念7遍心经可以吗？他们小孩子上学。好啊，先念7遍吧。一天念七遍。你给他们烧烧小房子吧，一个星期每天烧3张。让他们自己念解结咒吗？解结咒自己念，小房子一个人烧3张最好，好吗？行。这些事情很容易的，解结咒念，我教你们方法好吧？两个人吵的时候，不好的时候啊，你眼睛盯着一个看。然后心里就念解结咒，马上就不错。我现在一直又给他们念解结咒。你没有用力呀，眼睛盯着他看，念。明白吗？好吧，但是自己眼睛不要爆出来就好。他再有这个男孩子不是太喜欢读书嘞，但我觉得一点点来吧。一点点来。业障这么重，读书怎么会好啊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男孩子一定有出息，很聪明。很聪明，对。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业障啊？有什么？好了，不要问那么多了。两个人都有业障，没有业障不到人间。很聪明，我已经讲给你听了。只要念经，两个孩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你放心好了。谢谢。没问题的。谢谢。好吧。好，讲一句，最后讲一句，你自己的婚姻要当心啊！听得懂了吗？你的婚姻，下去。